我找一个情感专家来帮助我们分析一下。我们有请世纪佳缘的高级副总裁曲悦老师登场。你好，曲老师。你好。坐。聊天你那么多朋友呢，可以聊，干嘛非跟一个近处的人聊？不认识的女孩，哎，不认识的近处的陌生人，你下一步是什么？没准备。Yeah, make all the demons quiet. Yeah, we were built to thrive. Yeah, I think that we've all had enough. What keeps you up at night? Yeah, make all the demons quiet. Yeah, we were built to thrive. Yeah.但是我不放弃，我一定要把它找到。我回去，也没有找到的话，你怎么办？我回去，我继续找。这样吧，我们也不在这里卖关子了。是不是真的找到了林倩了？她愿意来吗？数五个数，大门打开，便知分晓。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开门。跑哪去了？我找你找的多辛苦呀！放开他好吗？放开他，放开他，来，来，请坐，请坐。看来我们编导把你劝来。为什么不想来啊？因为我来不是来跟他和好的，我来是就来跟他分手的。